弱的光，陪我和黑暗较量，那是我渺小伟大的力量。可我相信，即使蝉一般的希望，也可以回应晨光。在路上，去探险，去乘风破浪，奔赴远方，去摘下星光，点亮梦想，去成为自己的光，让万物晴朗，去探险吧。上集大勇抢笔记本，我和赵林拦不住，梦梦变身了，他竟然不敢上，好在有我临场教学。连环圈套。骆驼呢？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，我们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没拿到，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，他们走不远的。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，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。什么怪兽？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？给你派了个新搭档，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，否则等着受罚。老板的心腹美琪。啊，脚印不见了，会不会就在这附近？啊，你们看，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。骆驼吃这个？开什么玩笑，不怕扎嘴吗？当然不怕，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，它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。这么看来，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。骆驼在哪儿呢？刚才我明明梦梦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哎，在那边。啊，咋不见了？在那儿。不见了。这样不行，太耗体力了。我没有无人机。怎么不飞了？我再调试一下。
我只是来逗你玩，有话有话好说呀。有本事就冲我来。蜘蛛达成合作了吗？没效果呀。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，你来配合我的行动。记着，我挠脸就是出动，磨耳朵就是藏好，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奇怪，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。哎呀，前面有人，好像受伤了，去看看。梦梦，一会儿记得别说话，怕吓到别人。嗯。你好，是发生什么？我的脚崴了，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，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？当然可以。哎，我们不是还要找骆驼吗？骆驼，今早还见过一只，就在我们营地附近。啊，长什么样啊？很瘦。表情很不屑，扶我一把，我带你们去找。嗯，我来吧，我力气大。那个，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，自在些。女生就是麻烦。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？不，我来找爸爸。啊，你们的爸爸他……哎，谁跟他一个爸了？我是来找我哥的。对不起啊，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？好像跟你没关系吧。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？好可爱呀。可爱？他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。哼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。你的脚，对，受伤了，好疼啊！刚才看你包挺沉的，想帮你提一下。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，得回头找一下，先送到这儿吧。梦梦、鹏飞，我们走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小哥哥。等到了营地，我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，好不好嘛？人家可是伤员呢。好，我真的有东西丢了，快跟我走，小哥哥。鹏飞，小哥哥，飞。磨磨唧唧干嘛呢？这是。挠脸了，出动。他怎么了？又来了，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。他们是一伙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一伙的？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别装了，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、蜘蛛惊吓法、苦肉计、顺藤摸瓜、里应外合，太狠了吧！连环圈套，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？没错，我早就把他给放了。事已至此，交出笔记本，休想！哼，有空逞强，不如趁早投降。小心他的伞！我们快跑！跟我斗，嫩了点儿。小狗狗，快出来，把背包给姐姐。
拳头也太猛了。不过，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。就算没有骆驼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。怎么样，老板？就差一点儿，都怪梅奇，他太穷敌了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怎么还会有兽人？喂，老板让你听电话，凶多吉少喽。老板，我发现兽人了。任务完成的不错，真是个有趣的发现。让你笑。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大勇他们袭击，走散了。好在有个朋友来了，请期待下集《枯风石林》。